新化有丰富的人文风情，台南市政府积极开辟道路，要来发展观光。其中，台十九甲线新化外宽道，伫咧104年通车以来，拢无来复名，所以议员林志聪就以当地民调90%，希望改合作大白岗大道为基础，要予市府做参考。新化旧名大白岗，拥有丰富的人文风情，也是台南山线的重要入口，特别是。关系合并之后，立双台南景点小镇，市府积极开辟道路，发展观光。对此，议员林志聪就表示，2015年原港通车的台十九甲线新化外环道，到现在还未核名。经过地方民调，90%以上拢希望合作大白岗大道，所以伫总计顺代替地方来请愿，怀念着过去的感情吼。啊，像阮生活啦吼，大白岗啦18条，吼，若无条，小弟哥8条安尼啦吼。你袂讲生活吼18条嘛，吼，过去讲大白岗18条，若无条会安怎安怎？所以阮农历正月18，吼，我就即个活动，宗教祈福的活动安尼。吼，啊，所以生活啦吼，我调查了后，吼，啊，都吼，伫阮开放吼，我的脸书 FB， 吼，人来表示意见。差不多90%拢希望讲吼大白岗大道啦，会当来号这个名。我今仔议员你建议的这個部分啊，提议的这個部分，我拢会尊重。后即啦，有呐，这個、主要道路就是要让大家容易辨识啊，好认路啦吼。啊，当然这名有呐爱有一个意义，啊，有呐会尊重地方大家的意见。阮市教会将地方的意见了，阮来再进行问，会号这个名。议员除了表明。感谢地方历史真港的路名，希望寻求共识。市府民政局表示，尊重当地民众意见，各户所提报路名，拢有相关的规定，也邀请相关户政事务所、区公所和地方人士讨论，以确定地方名称。记者孙和市会采访报道。